给你们五分钟时间。五分钟后我就要对答案咯，但是我会写出来给你们啦，就是答案啊，我不会这样用讲的好不好，我们不是课堂讲的 N 遍这样。好啦，昨天计算过程要小心啦、啊。抄完之后开始写了，五分钟。今天呢，我要把基本运算教完，大致上如果可以的话的话，我还补充一个内容给你们，就补充的内容还蛮重要的，最起码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很重要很重要，对你们以后无论上高中还是高职都很重要。就是它就是一个高中删掉了，国中也删掉了，可是我们却要考或却要教的地方，高中老师不会知道国中生删掉什么。所以我当我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拜托你就是好好的把它记起来，然后不要忘记它就好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五分钟很快过哎。好了，我先给你们答案了，好不好？十九页答案呢？哈，第一题是 x 大于四分之一零五，然后第二题 x 大于等于负四，
第三题 x 大于八，第四题 x 小于等于二，这样。x 小于等于二，嗯，先报我对答案。然后我要先，我要按暂停一下。